近日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凯特王妃访问某学院，一身海蓝色打扮巧妙地遮住了自己的孕肚，露出纤细的美腿，风采依旧。她亲切弯腰与小朋友打招呼，一旁的萌娃啃手指十分讲究。这是凯特王妃2018年第一次代表王室出席活动，活动主要关注与孩子有关的霸凌、家庭暴力、社会漠视和挫折等方面。这样的凯特王妃自带母性之美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，土豆娱乐好有爱呀！整理报道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